那天孤岛生存也没那么难嘛，杀青一天之不就结束啦？但是怎样才能够轻易退出来？好副本没有通关呢。于是我就再次来到了孤岛，发现没有重新来过，而是继续了。现在我要找到剩下的四个宝箱和副本，按照藏宝图挨个挨个寻找咯。负22 5，那就先找这个，我记得是在竹林里，那应该是在附近啦。我们先潜入底下求求。你们看你们看，底下买了好多宝箱啊，这到处都是。而负22 5就在附近，我看到了，藏了个真身啊，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啦。拿到我的第七个地心文框，我换一张秘籍继续。我再回到地下看一下，看刚才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儿，果然没错。嚯，这个箱子里还有终极枪！天哪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特林了？这工具都不够用了，回去重新做点工具吧。再继续启程寻找箱子，我记得在家附近应该有一个的。看来我的位置记忆力是很好的。第九个地形砖就差一个啦。现在就你们这些小怪物，我一见一个，可算是统治孤岛了。是时候该下副本啦。姐姐姐姐，副本地堡很恐怖的，进去准没命。我才不信你呢，不就3-2只虾兵蟹将，我冲进去就是一顿打。好吧，被打死了。这一毒性还真强。哼，我拿上终极枪，我去报刚刚的仇，气死我了。呀呀呀呀，这个怪物看起来这么可爱，居然这么难对付啊，看来是要小心对付了呢。这个箱子里都没有地心砖，倒是给我了一个感应板，还是开门用的。有这么多怪，不行，没血量了。哎呀，都还没来得及补血呢就死掉了，一个地堡让我死了2次。这次要小心一点才行了，吓死人了。还好补救及时，要不然又要死3次了。这次要准备好食物再进去。可是没想到我还是死了。哎，有点伤心，不过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的。第4次了，我再来。终于拿到了下一个感应板了。这里还有熔岩巨兽，只是小心为妙，慢慢打。咦，我怎么变成了小鸡？他差点被熔岩巨兽给打死。终于把熔岩巨兽给打死了。这箱子里好多东西啊，我的背包都装不下了。而且我终于知道岛屿的秘密了，因为这是天堂岛，我是这岛上的唯一幸存者，目前是成了 M 国的试验品。可恶，我要摧毁这里，让世界恢复和平。